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豪的来往我们的天地姐。今天是4月22日。好，离联动的话还有几天吧。看脸书有那个影片，联动的影片。我们来看一下卡池吧。还有三天是不是？那就大概还有三天吧。差不多啊，卡池结束就开新活动嘛，就联动活动啊。小竹过河到4月24日啊，所以应该是4月25日，看起来是4月25日。会有那个，什么联动？轩辕剑三、云和三的彼端。OK， 就这个。那我把那个，我会试着把那个 Facebook 的影片贴在后面好了，试试看。如果还能有今后，夏特，从现在起。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旅程，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好啦，我今天晚上一样就打了我之前的一些十字系的一些困难啦、啊、前面章节一些把一些成就奖励拿一拿这样子啊，来看一下吧。然后归真难度也要打，因为归真可以拿那个行外三魂、啊、所以一定要爬幽城幻剑路的。我第一章都还没解完啊，我是说归真啊。我1-1到1-4挑战应该是可以过，就自己挑战应该可以过，不太需要看攻略，不太需要，但是你可能会要多试几次，1-4要多试几次。那我觉得1-5需要看攻略了，有点难了。这个我就没过了，我稍微玩一下吧。这个兰州相会啊，就是归真就是会用当时故事的角色，不是你的角色，所以它会有难度。那你可以再看一次剧情，就是这个谁夏侯仪跟那个风铃声相遇的故事。街上一个百姓也未曾见到，然后要逃避，要躲这些追兵嘛。听风姐姐的，这一关就一直冲就对了，一直冲就对了。那里有辆马车，想来这马车刚，可能有他的攻略打法，但是你一直冲应该也是可以过。我们看一下，下一窝风铃声到马车旁边就可以，然后不要全灭，所以你就狂冲了。事不宜迟，狂冲就对了。都不要管他们，一直冲。我凭印象打。事不宜迟，可能会过不了，也不一定。凭印象打，我那时候好像是玩了一两次才过、啊。这边要杀这只还是这只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我们杀这只好了。风妈可能会死啊！风铃声，
这只奶妈就是你一定要抽到啦。哦，如果你没抽到的话，就会比较可惜一点。我不知道这边好还是这边好，哎，嗯，反正我们又回棋呀。OK 了，可以，这样三个就过。打伤了我那么多兄弟，来吧。好，这个牛刀小事啊，这关算简单。躲进这马车里，这会不会定不辱命？好，主要是要拿下面这个成就嘛，然后就可以拿那个行外三魂的主角三人的行外三魂。好，水镜之恋，我也是随便打，随便打，随便过。而且这个好像有改版呢，是不是有新版的？我们这可能是新版的。我们好像还找到了。这边就遇到那个宾利啊，他的玩法是要四回合，所以你要想办法一直往前冲啊。事不宜迟，见识领域，一定是要想办法往前冲。所以我要想办法往前冲啊，多走一点。见识领命，来吧。事不宜迟，见识领命。我不知道这个放了好不好，乱放。说实在，我没攻略，哦，我没攻略，哦，完全没攻略哦。就是想办法往前走，想办法杀死敌人就可以了。你我者死。见识领命，来吧。他在护卫是不是？可恶，算你狠。事不宜迟，这可能要哪一些啊？来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见识领命。要先补血，不然扛不住啊。见识领命，事不宜迟。哦，我不能补血哦，我这个没办法补血。哇，那我一定有一个走错了，一定有个地方走错了。啊，我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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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了。我这个先打，我这个先打。事不宜迟，见识领命，这样就把他干掉了。这就是有毁棋的好处啊！见识领命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这样随便打打，我们还有再动嘞。这样应该四回合吧？对啊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四回合过关，然后不要有人死掉，这样就过了。所以我就说，这个前面你也不太需要看攻略啦，就稍微试一下就可以过了。后面可能就越来越难了，越来越难。你要自己挑战，就是要一直测试。那如果你不测试，就要看攻略。有的攻略是有人会打文字。就看文字就好了，比如说这边会有文字吧，我有时候就看一下文字叙述啊，就是有一些玩家他会帮忙打攻略啊，走到什么什么什么打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不知道，走普攻打火蝎哦，
两次攻击先打火，什么什么的，再放绝招打王。啊，他就这样说啊，普攻，是不是？他是这样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。那我们说这边攻略怎么说？我们要两回合通关欸，我的，哦，那我懂了，两回合通关就是大招打打他。然后他们待会来打我们，应该就会死。然后我们需要有学会嘛，这就两回合通关了。然后那个药瓶是诱饵而已啊，然后被烧死，刚好过两回合。这关就这样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夏侯宇他是血低于58的样子，然后回满血啊，他有个被动嘛，有个天赋啊。好，一直是。也是有文字叙述，我也是有文字叙述，所以如果你是刚入坑玩家的话，我就稍微看一下，应该还是可以过的。这边夏侯乙冰里用技能打蝎子，然后之后是什么什么先补血，冰里打两次火怪，夏侯乙打雷蝎子，你就记一下。来吧，看一下人家的攻略啊，夏侯乙冰里都要用打这个冰蝎子，是不是？照做，这边是要五回合通关，然后不能阵亡，所以只能照做。我就不客气了，你要自己发挥可能比较难呢、啊。请奉神旨。然后这个没事做啊，没事做就罚单，因为现在补血没啥用。好，我们看攻略。攻略说这要怎么做？攻略说，先补血，冰里打两次火怪，然后下回再打雷蝎子。好，先补血，先补血。好，我可以往前走一下，不然你会被毒死啊。然后冰里打两次，哎、欸，是吗？火的吗？好，就这样。我们可以往前引怪吗？我不知道引怪会不会有用。好，克制关系，水打死他。好，引不了怪。然后这边一样啊，他们两个会互，他们会互卫嘛，就看他的攻略怎么说。先补血，冰里用技能打骷髅，夏侯宇打岩怪。好，我们先补血。冰里用技能打骷髅。他护卫嘛，然后夏侯乙打岩怪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已经过了。好，那再来就随便打了吧，哈，五回合空通关嘛，然后我们现在四回合。你到哪就去哪呀、啊？我哪会死、欸？来吧，烧死你！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怎么没死？我打错了、啊。可恶，差一点。好啦，五回合啊，五回合过关，这个就随便打就过了。前面那三段攻略，前三回合就依照那个文字叙述。青罗，紫玉。OK， 胜利。那在一至五就比较难了，一至五可能就要看攻略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，试试看。这回合为什么难过？因为他两回合就要把敌人全部烧死，就要打死，而且敌人很多，所以有一定的打法。
我凭印象来打一下。事不宜迟。我这样逼你受伤了、欸。这样有差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差、啊。可能我应该先那个风妈先打的，这样就不会受伤了，是不是？有时候那个顺序就是有差。啊，反正我没死就好了。两回合通关啦、啊，两回合通关。见识领命。这边可能要这样子啊，飞刺吧。请奉神旨。打得死啊！剑士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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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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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样，就是打他。那我们直接烧死他。哦，又地震！今天晚上地震频繁啊，我都被吓到啊。啊，一直不过。咦，这贼！这个以前我有录过啦，我的频道录天地解的时候有录过这个，但是他后来有好像有做改版，龟真那个有做改版。好了，一之六我想应该有点难，所以我就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好，剧情部分跳过啦，这边是慕容玄机要登场啦。北斗七星玄机星。好像是到这个吧。北斗七星玄机星。然后我们垫这一只，先看一下那个关卡是五回合通关哦，五回合通关，然后我们不能受死，我们不能死。他会瞬移啊，我瞬过来。事不宜迟。那我们来个再动。天游万象。来吧。嗯，应该是打这一只。我没有技能哎、欸，天哪！好。看见。哇，冰里有仙宫啊，直接奉行。好，剩下三只。啊，那边还有两只盗贼啊，但是我们冰里可以把它干掉。见识领命。冰里这个杀掉之后就没事做了，因为他也没办法过去。事不宜迟，北斗七星玄机星。哎，没死哦，算你狠。我们这个。走一小步啊！拿一下。天游万象。好，第三回了。他会护卫啊，没关系，让他护卫吧。我自己吧。天游万象。我比你只能发呆了。该不会死吧？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
好，这边就简单的啦，我看你要怎么打。这边也可以再动啊，也可以再动啊。打你！事不宜迟。再动你。天摇万象。你也可以用风妈打他、啊，都可以啊，或者放放技能都可以。这边比较无所谓，因为已经是第四回合了，刚好过了。我们是五回合啊，所以这一关可以多一回合也没关系。知道我们的厉害。OK， 那就把归真难度的第一章演示完毕。演示过一遍啊，那我想你如果想打的人或喜欢打的人，可能你可以去找攻略来看一看了、啊。好，再来就第二章《月影大幕》，归真，声东击西。我自己哦，这一关我知道啊。那冰里好像要清掉所有的怪吧？好像我以前有好像有路过，看一下是不是。欸，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跟我想的那关不太一样。好吧，我自己有空再玩一玩吧。可恶！攻略，把烽火灭掉，狼不用打。OK， 七回合通关，阵亡不能超过一人。这个我以前好像也有解过啦，忘了。反正就是一种残局的玩法，因为角色都他给的啦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，就等那个联动25号吧，25号应该是要联动。我再去找影片来贴一贴啊，有贴的话就在前面吧。哎呦，领一下，过了有可以拿这个凌云石，还不错啦，挑战成就。不然我这个御池梁弄到六星战力会再高一点，现在申请我也没怎么用它，但是还是要练，因为毕竟它还是雷系的输出嘛，侠客、啊、还是蛮重要的啦。我就是个技巧师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